希望你能帮沐晨。三个字啊，不可能勾引我老公呢。我不可能帮他啦。 不是有人说，看一个女孩子，就看得出来养她、教她的妈妈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你怎么会觉得你养出来的沐晨是会为了钱卖出自己的身体？你是不是每天照镜子也觉得你长得很圆角脸啊？哎，excuse me 哦，我从来就不敢孝顺当她的妈妈啦，我配不上她，她也从来没有把我当妈妈看啊，我们两个关系很简单。 哦，过去就是我供他吃穿读书，还剩我卡衰啦，我比较衰卡到阴，反正我现在也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呐，对不对？假规矩，你才要拜求桃，所以就算你现在坐在这边讲的吼，嘴巴全泡泡，我明天都不可能去帮他讲话啦，这样你有懂吗？我为什么要这样？他勾引我老公呢？我看你当主犯婆根本就是被埋没嘛，你尖酸刻薄，颠倒是非的能力。 好到简直可以来当律师了。哦，excuse me again， 我小时候就是家里太穷啦，不然哦，替大法律系我掉的啦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你再这样子吼，我要告你，私闯民宅哦。Excuse me，你们参加调查厅的时候就同意让我们收证了，所以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合法的。哎。 更何况，揭发这些被隐藏的丑陋真相，是每个人都会去做的事情。我真的不相信你觉得沐晨是这样的，你只是一直在忽视这些讯息，不愿意相信你自己其实错了。当你被雷打到，或是在路上看到一只小羊跪着喝奶，突然想起沐晨有多孝顺你，决定帮他这一次，打给我。沐晨。 小阿姨，我现在只剩这个方法可以跟你说话，请把信看完好吗？离开以后，我并没有气你、恨你，不曾埋怨你、误会我，我只有气我自己，因为有很多话，到了分开以后才后悔，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说出口？生我的妈妈。 离开的太早了，妈妈对我来说就只是个字，还有爸爸指着照片上的人对我说：“那就是你妈妈。”可是我却一点印象也没有。真正在我身边做着妈妈该做的事的人，是你，小阿姨。 沐晨，你还记得爸爸怎么教你跟小阿姨打招呼吗？叫妈妈。记得国小运动会的时候，你陪我玩亲子竞赛，我不小心跌倒，害我们输了。你虽然一直骂我，但却小心地照顾我膝盖上的伤口，怕我会留疤。国中的时候。 我担任毕业生致辞，你说你要顾店没有空，但是，我有看到你，连餐厅围裙跟手套都忘了脱，就赶过来看我，然后在角落偷偷的掉眼泪。遗憾记到现在，哪有这种女孩子？是你教我女孩子长大了。 要注意些什么？是你教我针线活。每次收棉被的时候，是我们一起将棉被芯塞进被套里，一个人抓住两角，一起撑开棉被。但现在我已经不在你身边了。
我没有办法陪你一起塞棉被，所以我把被套和棉背心的每一角都缝上袋子让你固定，这样就算棉被太大，没有我的帮忙，你也可以一个人塞好棉被，不会再让棉背心跑掉了。让你生气，我真的很抱歉，对不起，妈妈，沐晨。现在公家都不好了，做错事情就是做错事情。Ha ha ha!